个 fuck，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。成过去，贫穷是我最大的障碍。
没人给你面子，你看我怎么办？没人给你面子，你看我怎么办？错还是我的错？
不到阿哥的身份，去他妈的有效的证件，去他妈的合格的身份，去他妈的有效的证件，去他妈的合格的身份。我总觉得有些事让大家知道瞒着了。
回去见儿子那个，找回去见儿子那个。
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出。我在门口看见很多自己的朋友，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们，我们一起聊天，一起喝酒，一起谈论着彼此感兴趣的事情。可是就当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发生一件非常让我扫兴的事情。有一群人勒令我们取消这场演出，他说我们这是非法的聚会。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们取消了我，你们就甘心了吗？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们取消了我，你们就甘心了吗？我问你们，我们年轻人该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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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I'm not afraid.
就像从小父母